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董宇辉在直播间三次喊话海外丈母娘，有在澳洲的丈母娘啊，有在新加坡的，然后也有在这个欧洲的，还有在非洲的丈母娘。感谢大家。其实你们正常的生活还是主要的，能理解吧？我之前跟大家说，如果我们的出现注定是要在你生命里一定要出现的话，那就是提醒你好好生活啊，读丰富的图书，吃健康的食物，懂一点点道理，过好这一生的。不好意思，有好多美国的丈母娘凌晨3点4点爬起来，每天看直播听董宇辉在这说口水话，东西他又买不了。但我也见过有朋友买了付高昂的这个快递费用把那个买过去，你真的没有必要，你就正常作息，你白天有时间你可以找点回放的片段去看就行，你自己先好好生活好吗？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是啊，就是，对，当然这个屏幕前很多的陪伴的朋友，这个除了英雄妈妈，大家也知道很多的有海外的很多丈母娘，对吧？总感觉我不配大家这样，真的，我是真的不配。海外丈母娘在董宇辉出圈2周年的日子里真人出镜了。宇辉你好，我是美国芝加哥丈母娘 Amy。 宇辉你好，我是美国休斯顿丈母娘葫芦大大。宇辉你好，我是加拿大多伦多丈母娘牛牛。Happy second year of a significant milestone, Michael.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from your mother-in-law in Brisbane, Australia. 宇辉你好，我是日本熊本丈母娘香奈儿。宇辉你好，我是美国丹佛丈母娘艾莎。宇辉你好，我是加拿大多伦多丈母娘玛丽。宇辉你好，我是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丈母娘。宇辉你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丈母娘陈小亚。宇辉你好，我是美国洛杉矶丈母娘艾伦。宇辉你好，我是伦敦丈母娘林子。宇辉你好，我是新加坡丈母娘慧心，我的裙子是在宇辉同行买的哟。宇辉你好，我是日本大阪丈母娘阿 K。 宇辉你好，我是比利时丈母娘小鱼儿。辉你好，我是新西兰丈母娘美伊。宇辉你好，我是瑞士老丈人 Melin。 宇辉你好，我是南非丈母娘阿瑶。宇辉你好，我是匈牙利丈母娘 Alina。 宇辉你好，我是英国伦敦丈母娘维维安。宇辉你好，我是土耳其丈母娘闹闹，想对你说一句我最喜欢的土耳其语 Yuki Varsin， 有你真好。2023年起，海外丈母娘陆陆续续开启漂洋过海来看董宇辉。2023年6月，董宇辉西安外场，美国丈母娘陈小亚在西安城墙见到了董宇辉。2023年10月，董宇辉北京压髻山外场，南非丈母娘阿瑶见到了董宇辉。2023年10月，董宇辉无锡外场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丈母娘见到了董宇辉。2024年3月，董宇辉与辉同行首次外场湖北行，美国丈母娘葫芦大大见到了董宇辉，并在宇辉生日之际与澳洲丈母娘一起送上了生日祝福。的小手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不忘初心，一起经历风雨，一起创造未来，一起奔向星辰大海。